土豆泥的做法，非常美味的家常菜。土豆泥，我家孩子的最爱，每周至少吃两次，尤其喜欢卷饼，一个人就能吃掉一盘。双引号，土豆六个，油适量，盐适量，五香粉适量，葱适量，生抽适量。一、土豆去皮洗净备用。二、土豆切滚刀块。三、炒锅加入适量的油，爆香五香粉和葱花，加入土豆块翻炒。四、加入生抽翻炒。五、加入适量的水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炖熟。六、加入盐调味。七、用勺子将土豆块压成泥就奥克料，八、出锅装盘。